我叫杨奇，是美国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常务副主席。陈会长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很高兴见到你。就是我看到一张照片，在这马尾这边。我今天能在这个地方找到我们那个马尾教传厂的旧址啊，我感到很骄傲。在100多年以前，有这样先进的技术引进到马尾教传厂，真是很了不起。